因为恁着警醒，既然我三年的久，每日无煞，老目屎来敬拜恁达人。三，我将恁交托上帝甲伊稳定的路，是为敬立恁，互恁得着业伫隆重正常的人的中间。第三十三节，我未捌贪人的钱，一金一钱，恁家己知。这两只手有讲到我的欠用，以及甲我弟弟的人，我凡事做恁的模样，就安尼着我来扶持软弱的人。我就记得主耶稣本身的话讲，予人的比对人体较有福气。讲煞贿赂甲因众人祈祷。三十七节，正老大提考报考保罗的红棍亲伊。第一烦恼的就是伊所讲的话，以后会搁见着伊的面，就送伊落船。这是来请。两位兄弟，请个平安。真欢喜，我妈妈带十个草来到咱中间吼。主啊，你逐礼拜我都来，蛮好个。会啊。会哦，感谢主。咱今日行归今日四道行段的第十九章吼，今日讲到咱。当初教会建立时，保罗一段真要紧的记载，就是伊第三摆宣告行程中间所发生的几件事。啊，我顶下有一个图，敢是？哦，这个图就是伊第三摆去宣告的时，伊每一摆拢为安提乌出发，哦，啊，叙利亚的安提乌，啊，去到迄个啊比西底的安提乌，然后呢，这摆呢对伊有受气。会记得讲，伊第二摆宣告行程的会定的时阵呢，伊在遐建立伊有所教会，所以即摆去的时阵，专工对伊有所兴趣。然后再过去澳洲，伊主要靠澳洲东，伊只岛手边遐迄个希腊，迄个所在叫做阿凯奇啊，对无？雅盖亚哦。所以现在谈到雅盖亚的时阵，是表示是澳洲。啊，伊有所就是亚细亚 （Asia） 哦，就是咱即摆讲的亚洲嘛，哦。然后佫倒转来，倒转来是因为赶时间，伊无时间佫停伊有所，伊就停伫一个海岸的城市。然后叫有所的长老去遐来见伊的面，伊就紧紧要赶转去阿勒撒列。甚物款的缘故，我最当甲同你讲。这个行程叫做保罗的第三摆宣告行程，因为十九章开始，咱来看一下吼。实际上是对十八章的二十三节开始，使徒行传。十八章二十三节，你从圣经的翻开吼，其他讲伊这个带了一挂日子，这是登表示讲伊登去以后三日的时阵，过一阵啊日子了，伊就去离开。照这大顶人讲的，伊就经过加泰加、佛吕加等等的所在，经过遐以前第一拜、第二拜宣告的时阵所做的啊，遐个经过遐个见圣道。第一个事件发生的就是一个叫做阿波罗这个人，讲有一个犹太人吼，叫做阿波罗吼，伊来到伊弗所，哦，伊是去 Alexandria 是埃及，哦，迄是迄阵时的上世界上大个大欧的图书馆，就是去 Alexandria， 哦，所以呢，伊去遐来的人，伊来到这个伊弗所，哎，来到这个伊弗所的时阵，波罗无伫遐。哦，即嘛，即记载即第八章即后段，即波罗波提，伊就遐开始等遐，因为上下文咧，伊讲伊先讲伊上有法度解释圣经，有口才，有学问，等遐讲圣经，解释圣经，解释圣经，哦，等遐做传道，即人伫主的道已经有受了教示，心里火热。从耶稣的书来教世人，哦，所以其实人知影讲，这个阿波罗啊是信主的，啊是因为有学问，伊佫知影犹太人的律法，有读圣经、读古约圣经，所以从古约圣经内面讲的耶稣基督的在弥赛亚的预言呢，伊有法度去耶稣的身顶来看见到这个预言的神。所以用这个道理咧教示犹太人，所以伊是一个教导的人，嘛是有咧讲福音的人，爱人信耶稣。但是伊才讲伊无管解清楚，因为无解保罗直接的，会领受保罗的教示，
对耶基督的启示，无讲解完全了解。伊讲伊单单晓得约翰的洗礼，约翰洗礼什么的洗礼？就是悔改的洗，敢毋是？哦，约翰讲恁这毒蛇的精锐啊，恁着爱结出悔改的果子，对不？所以爱因去洗礼，去河边洗礼，洗是一个什么罪？认罪悔改的洗，但是无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对不吼？因为耶稣基督还未来，迄阵是约翰的礼。所以你才去看26节，伊去会堂内面咧放大咧讲道的时，百基拉、雅居拉、克西拉、皮拉来啊，这两个人是什么人？这两个人是保罗伫顶摆宣告行刑中间所引传信主建立、经过出来的一个信徒，敢毋是？这对夫妇啊，迄阵时应该是去阿基亚，伫迄个希腊迄个所在，因为保罗伫迄哥林多教会要徛一年六个月，敢会记吼？迄时雅居拉、百基拉伫遐领受保罗的教示引传，像知影讲迄阵时，因怎啊走来到以弗所？所以这对夫妇百基拉、雅居拉来夫妇来到这个以弗所的时，听见到阿波罗所讲的讲道的时，伊感觉讲中间欠一寡物件，所以伊就甲伊讲哦，甲伊讲你着爱有一寡所在，你着爱迄个知影，所以伫26节后段讲。就接伊来，伊注意听哦，毋是公开的所在哦，是接伊来，将上帝道解讲释、解释搁较详细。伊知意思？我以前是读《使徒行传》时，第一摆认真读《使徒行传》时，是我去咧读法律研究所的时，是1987年的时候，伫芝加哥。迄阵是教会，阮阵拄开始要一间迄个单位教会伫芝加哥。啊，迄就是我还袂献身做牧师，啊，搁还袂读圣安院，啊，做热心读圣经，啊，迄阵是为着要开始教会有迄个查经班，啊，我来参加查经班，甲大家做伙查经，迄阵是我来读书多年段，迄阵足认真诶，譬如讲有几个案题啊，我一个一个详细去找去研究讲，啊，迄个案题啊，对保罗宣告顶端诶意义是几多？基本速度行段，迄阵是真侪，迄阵是我要开设已经大学教会的一个 blueprint， 一个蓝图，刚刚讲一个 roadmap 安尼。上帝怎样来引导这个速度来建立这个教会？迄阵是我着提这个速度行段，才发生的代志，最晚的一个方向，一个环节来去开拓建造已经大学教会。真趣味哦！教会面拄到真侪代志，拢伫遮找个答案。这嘛一项啊，迄阵是阮嘛无牧师啊。再讲来讲，这个阿波罗是毋是一个传道人？是哦，已经回转来教导，但是伊的教导有安怎？有无够完全的所在，是毋是？啊，即嘛这个雅居拉、百基拉跟传道人，伊毋是传道人啊，伊是波罗的同工。但是一个信徒。看听见一个牧师，毋是超过伊哦，这个牧师，也是这个团队人有无够硬的所在的时阵，伊是怎样去做的？这常常是伫教内面发生问题，就是伫遮。那我这个团队人，这个牧师的教导，有一块所在感觉讲有欠缺，伊就安怎做？迄阵时，阮去大学教会也无牧师啊，啊，检查有时有一块牧师来，所以。阿妈是迄阵是嘛，拄要骗我。咱家讲啊，即个时阵吼，咱教会内面总啊讲，咱有一个传道人，啊，这传道人有一寡所在，咱感觉该提醒的时阵，你是怎样提醒？你看这个百区啊、雅区啊是安怎做的？伊毋是公开伫迄个会堂中间，还是讲正常中间，甲这个传道人讲，你着安怎安怎安怎嘛？无，你看先安怎讲的？因听起了就接伊来哦。In private， 去私下的进行中间时，甲这个阿波罗，甚至是讲讲解哦，是教导哦，真好胆哦，伊会敢甲一个团队人讲哦，你这讲唔对，你得安怎讲安怎讲，亲像伊是咧甲团队人改讲，你得安怎改，这是应该做的，总啊一个道理讲无清楚，本来就应该安尼做，但是你要真小心、真谨慎的做。
伊也毋是伫正人面前做，伊私下诶进行做，或者阿波罗继续有迄个官兵，伊回转来因教是教死人，所以波罗教死啊，主要摆是他教较足好诶。上惊诶，惊伊怎样？迄阵喜欢伊，迄阵喜欢看足侪团队人诶。哦，迄阵伊大学教诶时阵，初初开始诶时阵，啥物老护理啊、等等啊，足侪足侪咱教会界诶领袖，阮拢请来去，请来讲道。什么款团队人无见过？有时吼，当工这款代志做侪了吼，尻川皮就翘起来，感觉家己袂做了不起。所以有一款团队人，刚才讲啊较无好势的时，你就共批评，啊，佮公开批评，袂使安尼做。亚区他摆区他让他做，应该爱改正的爱改，应该爱甲无师讲的爱讲，但是你安怎讲？绝对不是公开讲，安尼个建筑是为着建筑教会，不是要顶家己外头。百居拉军队对波罗几落年的时间之久，当然比阿波罗较了解上帝的道理啊，是不是？但是伊嘛是谦卑，知影讲这是团队人做这款的新闻来款待伊，所以其实你继续看，当这个。阿波罗想要去阿凯亚的时候，就是阿基亚，就是这个希腊这所在澳洲的时候，哦，因就甲因鼓励。我相信百居拉亚居拉迄阵是有发生真大影响力，因为百居拉亚居拉是去哥林多过去的，敢不是？所以了后，这个阿波罗就去哥林多教会，哦，把他推荐引荐他。你看嘛，因对团队人是怎样看的一个尊重的方式。推荐他去到伊当初去哥林多，会使讲伫哥林多无回迄个教会，然后伫遐继续，互因你看卖伫遮二十七节后段讲写批哦，写批请文道来指教，爱接待伊哦。写批哦，哥林多教会文道讲，你来去接待这个阿波罗。你知影这个阿波罗甲波罗中间吼，还佫有另外一个互咱教会同学信，就是讲。波罗是一个团队人，阿波罗是一个团队人，这两个团队人怎样合作？我感觉上水的一句话就是伫迄个哥林多前书，咱来看哥林多前书三章吼，好不？先开哥林多前书三章，因为我即摆毋是甲你讲，这个阿波罗就了了去哥林多教会嘛，对无吼？所以当波罗写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，有提到这个阿波罗这个人，这个书，你看伊安怎讲呢？当初无啥见面。但是咱了解伫入末后的时阵，波罗甲阿波罗有见着面啊，有见着面吼。然后咧，其实波罗讲一句话讲，咱来看这个第四章，伫哥伦多教会，哥伦多教会兄弟姊妹就爱分争、分党、分派。而且有人讲我是属于波罗的，有人讲我是属于阿波罗的，有无？吼。波罗是早前建立教会，阿波罗是随后去亚区他摆区他带去遐去牧会的。两个人怎啊？不是因两个人，是信徒怎啊分党分派？波罗讲，第五章讲阿波罗算什么？波罗算什么？拢是照主所赐予达人的因带领来相信。我在证，你看波罗，我在证阿波罗灌溉。独就上帝叫伊成长，一个传奇在先，一个在后，如此而已吼。栽种的、甲灌溉的，拢是一样，但是将来个人要照家己的功夫得到家己的享受。因为阮，也是讲咱是甲上帝同工的，这个是真要紧的一个学习。团队人有侪侪无共款的温素。团队人有侪侪无共款的时期，早期来建立教会的团队人，甲后期来建立教会的团队人，教会阶段无同，需要无同，团队人温素无同，迄种是上帝的温素，是不是？保罗是一个开拓教会的一个团队人，亚波罗可能是一个建立教会的一个团队人，一个是栽种，一个是灌溉，拢是上帝的同工啊。这个是团队人甲团队人中间咧做迄学习的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功夫，唔是讲来以后就批评头前，你讲啊头前迄个安怎做不好，我准备改。你属
上帝让你感动，去改你就去改，照你上帝让你的感动，不要紧，因为你现在是这间教会的团队人，上帝让你有这个观念，你去改就去改，但是不需要批评头前的人，是不是？咱要去建造别人，建造自己的时，不能去批评别人，咱就把别人讲得很坏，来表示你自己很好，这不是上帝同工的一个态度。咱拢是甲上帝同工，爱知影讲，我所有文书拢是上帝来的，我今日有照我的文书，互教会得到帮助，嘛是迄个互人的生命的成长的上帝在做工，是不是？上帝透过保罗做工，上帝透过阿波罗做工，拢是上帝的工。我即个了解，吼、哦，所以唔通讲咱教会咧建造的时阵一阶段一阶段。当初的时候是我去芝加哥建立台湾教会，很明显的头开始是东港时期，然后是职事时期，然后是开始建堂时期，然后是聘牧时期，分得很清楚的。因为每一阶段成长了后，发现教会的形态都不同了，所以整个做法都不同。不能去想上帝给我们这次有这个稳定，能做这款的工，你就要感恩，不能去批评以前是怎样做。大家拢学习的，迄阵是阮教会，大家说的时阵，无一个人是团队人啊。迄阵是我都无读神学院呢，大家拢唔捌啊。大家就是照主导行端做蓝图咧去做教会咧建造教会啊。所以咱大家拢爱真谦卑去上帝面前，互相学习。然后咱来继续看吼，倒转来看这个主导行端十九章吼。好，迄阵是咱来看这十九章，保罗随后就来到这个。伊弗所，你看，伊家十个就提在讲阿波罗去哥林多的时阵，就是讲波罗去迄阵时，阿克无甲阿波罗拄着面啊，对不吼？阿波罗升起哥林多的时阵，阿波罗来到这个伊弗所，伊在讲波罗经过顶边一挂所在，你看这个地图顶边，经过加拉太啊，这些所在，然后来到这个伊弗所，其他呢？有一件事甲大家分享，这件事真趣味。伊就问遐信徒讲：“恁有？伊在第这个第二在讲，恁信的时候有受圣灵啊无？”啊，伊回答讲：“无，嘛无听见圣灵赐落来。”而且阿波罗讲：“安尼你是受什么款的洗呢？”伊讲：“伊是受约翰的洗，就是表示阿波罗伊就甲因加洗，对不吼？”而且阿波罗讲：“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，你得甲百姓讲。”好，你就爱信，迄以后要来就是耶稣，真趣味哦。第五章，这是圣经唯一一摆讲信徒做第二摆受洗的哦。而且讲第五章讲，因听见这个话，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。我讲一摆，这是圣经唯一一个所在记载，一个信徒爱洗两摆洗礼。伊阵是阮起初教会时嘛是同款。我也记从伫大学教会开始的时候，信徒来了，来自四面八方啊，吼，有信的，有无信的，啊，有信的是以前那什么款信的，有的是细汉囡仔的时候小儿洗礼，有的是坚信礼，啊，有的是浸信会，啊，有的卫理公会，什么都，各块人都有，因为咱是一个新起做的教会，所以当有块的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讨论讲，到底这个洗是有效啊，无效啊呢？哦。啊，我是爱甲你顶头洗，重新搁一摆洗，还是怎样？迄阵的讨论是真歹有结论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是袂使讲哦，譬如咱教会较济是基督教会人来甲即咱即圣阿多台教会，但是咱教会就是唔是基督教会啊，噶唔是？哦，就不是啊，哦，所以唔是咱爱，咱是要接受即个小儿洗礼无？从迄阵伊芝加哥的大学教会，我就有对小儿洗礼的无啥爱接受啊咧。所以，真侪讨论伫遮，哦，啊，有人讲我做小儿受洗礼，啊，大汉有坚信礼就算洗礼啊，当地长老教会安尼是算啊。但是，伊迄个浸信会是讲你来信而受洗啊，你细汉时若无信，那是你爸母的信，所以你即、這个你当初小儿受迄个洗礼无算啊。伊讲啊，我有，但是我长大的时候，我大汉的时候，我高中的时候，我有坚信礼。可是坚信礼没有错，是信用告白，可是不是洗礼啊。所以你细汉时那个小儿洗礼算不算？
哎，这种讨论是很应该的讨论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你阵时咱去做教会，你阵咱大学教会迄阵还未加入大学咧。哦，迄阵是较远教会，我想讲，我是要建立一个新款的教会，新款的体制，新款的设立教师，当然会使讨论啊。所以你中间就足侪足侪讨论。而且保罗讲啊，保罗甲伊讲说，恁主耶稣信的无清楚，是信主耶稣基督的时阵，就可洗一摆。这是一个原则。你当初信的时候，你当初信的时候，你有信主耶稣基督无？照这句话来讲的时候，小儿洗礼是无算的，你知不知？小儿洗礼是无算的，因为你主要是细汉的时候洗礼，你爸母带你去洗礼，你无自己家己无告别你的信用。虽然你长大了后告别你的信用，但是你的洗是伫你的信之前的。你的洗不是在你的信的当时，也不是在信的后以后，所以现在这样，牧师说你有听有吗？所以说有人一些人说，说咱就爱信主了才洗礼，现在这样，虽然说你到我都是其实都是长老会背景出来，但是咱就爱听哦，人说的不是不对哦，这不能吃醉教会的分钟哦。你看保罗来说，说你就要失败再洗，所以他就去洗呢，这人就去洗呢。我还说一个比较趣味的事情，跟这没关系，我输洗几次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也有小儿洗礼啊，我小孩子的爸爸妈妈就带我去小儿洗礼啊，吼。我一次洗礼最趣味的是，我去1990年的时候，我不记得，1996还是1995，我去一间教会牧会，那间教会是浸信会。但以前浸信会是浸礼，敢是吼？啊，我去阿牧会的时阵，教会请我去牧会。啊，不过伊咧顶头的迄、那个，因为迄间教会虽然是浸信会开始的，但是浸信会是拢是 congregational church， 顶头无多平人会靠哪做？哦，所以呢，伊讲我要请这个电牧师，但是你顶头讲啊，这个电牧师唔是浸信会，唔是浸礼浸礼，那会使做恁浸信会的牧师，那会使做咱浸信会的牧师。啊！教会讲，我就要请伊啊！所以两边就有一个紧张的关系啊，你知不知？哦，教会要请这个牧师，但这个牧师无下因浸信会的规矩。要怎？要叫教会脱离浸信会哦？对我来讲，我做牧师的人，哪会使做款代志？因为你要请我来做牧师，所以恁教会来脱离当初帮助恁建立教会浸信会。卡拉讲，我嘛做袂出这款代志来，是不是？但是迄阵即厝有要做，所以迄阵是好啊。我安尼命啦，啊，我来甲迄个因的监督，迄、那个进修会监督就坐来讲。我讲安尼好啦，哦，你讲的嘛是有道理。你讲啊，你这个进修会牧师做到家己都无进过礼，伊怎有要甲人进礼？你敢怎会惊进礼？我讲你讲的嘛是有道理，唔通无人跋倒啦。阿爸袂使互教会分开啊，分裂。所以我讲，我来受洗一拜，我愿意受洗一拜。所以刚才啊，我相信从来没有牧师这样过。就任典礼是洗礼啊，你捌拄过这种代志无？我的就任典礼之前是洗礼。牧师新请的这个教会第一件做的事是，牧师就去阮顶边，阮就咧洗礼大礼，伫这个楼顶遮，大家拢看会到。牧师伫遐，浸信会总督啊，浸信会派一个 supervisor 来，甲我先洗礼，甲牧师先洗礼。但是遐人讲一句话，这句话我坚持讲，你一定爱讲，绝对唔通甲这个洗礼当作是我点头生的洗礼。这是耶稣基督浸主般的义，我为着咱教会，我嘛愿意行这做这件事。那是我第几摆洗的，严格讲是第三摆。所以我讲啊，我洗啊足清气的啦。不管做什么教会，规礼数我拢有教呀。滴水礼嘛，滴过浸嘛，浸过啊吼。所以我意思讲，我使去各款教会拢无会拢无问题啦。啊，我现在要做一番代志，我是甲大家小考一件。总诶，真侪人拢是长老会背景，但是咱即摆咧引带别人信主诶时阵吼，
伊即卖感动，点在甲以前无同哦。我以前伫大学设立教员，就即款个感动。我家己是长老会背景，我是安尼经过，但是我即卖咧传福音，啊，我旁边啊有人愿意信耶稣，啊，我要怎样引带因去信耶稣？我要用甚物款个道理教授因？当我即卖所看是即款个道理个时，我甲你讲，兄弟姊妹，圣灵安尼感动，你就安尼做。有时讲我要带你来信耶稣，啊，我记得爱洗礼，啊，迄人问讲，啊，你有洗礼无？你有拄啊，你有拄过即款代志无？你要去引带人信耶稣，讲啊，你都爱洗礼，啊，人就问你讲，啊，你家己安怎洗礼？伊讲啊，我细汉时洗礼，我怎啊唔免洗礼？啊，你甲我讲的都唔是安尼呢？迄阵时，我伫芝加哥就拄到即款个问题，藏伫你家己心中，家己想啦。牧师要甲你讲答案。但是你看其他保罗安怎讲，保罗安怎讲，会从安怎做。第二，我继续看吼，记者了后，伊讲，因为问讲你有受圣灵嘛吼，有无？然后问讲你有受圣神无吼？所以记者咧，伊受洗了后，第六节保罗就按手伊头壳顶，圣灵就降临，降落伊身躯顶。即句话足趣味的，按手，其早时就是一个祝福的意思嘛吼。但是书这嘛是第二摆，只有第二摆圣经伫书罗行传讲了讲吼，第八章的时阵保罗有一摆按手吼，按圣灵就降临，这摆嘛是同款。但是这摆是甲因洗礼甲做伙咧讲的时阵，咱唔通误会哦。保罗这个按手和圣灵降下来，唔是迄个钉头洗的时阵领受圣灵，那是两件事哦。你甲我咱做洗礼信耶稣的时阵。圣灵来到阮身躯顶的时阵，迄是内住的、内在的，一定就伫咱内面啊！但是姊妹，你要注意听哦，每一个信耶稣的基督徒，你的生命中间拢有圣灵甲你同在，你无需要搁另外搁去请人甲你按手祈祷的，你也受圣灵伫阮中间，唔免。只要你信耶稣基督的时阵。耶稣基督的灵就在咱的生命中间，那是个内在的。其实所讲的是一个外在的圣灵的降临、圣灵的充满，那是为了恩赐，是领受恩赐。所以你继续你注意看，第六节后头讲，因就讲方言有无？佮讲语言对无吼？所以因领受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，圣灵就充满因，因就讲方言啊。讲方言是为了服侍，是为了要建造教会、建造信徒，不是为了什么顶头生的生命。这个灵不是生命的灵，这个灵是恩赐的灵，你知道意思吗？所以请错哦，咱大家唔通怀疑哦。你说是信耶稣的人，你已经有圣灵跟你同在，但是你说要服侍主，因为服侍的圣灵降临，你咱心就活得有愧来服侍主。有时就是这块的代志爱做，你阿受圣灵的充满，所以咱来祈祷，咱在祈祷啊，主啊，你的灵跟我同在，不是去祈祷讲哦，我主的灵，你普通是无跟我同在，这时求主你跟我同在，不是安尼，上帝的灵永远跟咱同在，咱要祈求的不是圣灵的同在，是圣灵的能力，是圣灵的大灵，有咱中间的最高。哦，所以保罗其实甲因讲的是这件事，唔通讲，唔通看唔对哦，吼，唔通想甲讲怀疑家己的顶头生顶顶哦。我其实，伊有所发生第三件真趣味的事，咱做教会同学，甚至是伫这个第八章，保罗其实放大讲道理，三个月辩论上帝国的事，哦。所以我看保罗怎样温存最刚，但是呢，发生的是啥？后来有一挂人无要信，心内真硬无要信，甚至诽谤这个道理。第九节中段讲保罗就离开因，哦，这件事是真大学习哦。保罗毫不犹豫哦，你想看卖，你开三个月时间伫一群人中间努力。想要来争取来帮助这群人来信耶稣，三个月之久哦，那是佮真用心哦，是不是？结果伊无信的时阵，保罗回头就走，哦，无情呢，
而且看到保罗，有人讲这保罗足无情的。啊，另外去倒，你看伊就继续，伊就叫，唔是讲家己离开因哦，嘛叫门徒甲因分开哦。你知道讲是这些 church spirit 哦，这刚才差不多到这种程度哦。保罗伫因中间传道哩，受因接待，讲了后，伊就离开。不但是家己离开，叫门徒也离开。迄阵是阮去芝加哥咧讨论的时阵，相信嘛有即款的挣扎。即、这个人佫讲的，啊，即群人即马教会拄拄开始欢迎教会人来啊。即群人来，即群人是甚款的背景？即群人来甚款的背景？到底要合，到底要分？我迄阵是阮阵去迄个芝加哥那头庙迄阵时。附近有一个是迄、那个啊，迄、那个啥物讲的会所啦，哦，一个会所哦，啊，会所遐个兄弟呢，嘛真爱住，啊，因嘛无熟练个教会嘛，啊，因就是阮教会开始时，我有一摆吼、哦、合作会呢，会所变作来讲教会做会做礼拜，差不多有六个月之久呢，啊，迄阵是两间教会合作会的时阵真趣味哦，因为伊在迄个。会所营的人咧做礼拜的定时跟他无同吼，哎、啊，他们有导读，大家知影导读是咪无？有听过导读没有？比如咱咧做礼拜咧祈祷的时吼，伊就安尼，伊个圣经读出来，摕出来念，你知影无？哦，所以咧做礼拜的时阵足混乱的，有咱咧长老会定时啊，嘛有因会所的做法，所以做礼拜的时阵好精彩哦，大礼拜拢安，哇，乱哄哄的，哦，安尼六个月之久。迄阵是安尼合，了嘛真和平的分开去。那过了了以后就分开去。教会里面刚才有是有这款代志哦，有合作的时候，也有分开的时候。啊，什么原则？那才真把握得住啊。波罗捌做这款代志哦，啊，佫毋是干一摆。波罗是很有原则，爱合的是一定合。爱婚的时毫不犹豫，而且去多伊才唔知去来看，伊甲伊分开了吼，你看这个因就去到第九站的上面，伊去到推拉奴的学房，天天的辩论。推拉奴的学房，你看英译的怎样？是咩？是学校。真侪人无注意到，这句话是我家己，我唔是讲我第一个看见的，是讲。我较明显看见的是讲，这可能是圣经里面第一摆记载学生暑假的开始，学生施工的开始。波罗怎样去学校呢？这绝对是少年人。我请问咱大家吼，咱较年纪较大，咱知影以前查甫人十七、十八岁来出来做代志啊，敢毋是？迄阵时代读册的人是几岁人啊？绝对毋是老人啊，绝对敢毋是？迄阵时没有活到老学到老那个事啊，迄阵时读册已经是少年人啊，所以波罗怎啊硬倒伊去，硬学生去，为少年人遐去传福音去啊，哦，就出名，这是学生事工的开始。对别人无甚物感动，对我真大个感动，因为我做学生事工做超过二十几多年啊，听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特别的激动，但是这无甚物特别的意思哦，恁通知影讲。比较波罗做这款的事啦吼，这嘛互咱真学习的。有时咱团伙的时阵，一群人团无功效的时候，你得爱知影西方向啦。唔知有个人吼，讲起来是安尼，足耿直的吼，啊足安尼专心真用心吼，有时嘛较会晓蛮巧一个。咱今仔个一群人团伙伊团一站了，啊无功效的时候，啊佫袂晓西。是五方向，爱去他妈弄表，伊在按西方向啊！伊五即群人讨伊无效时，波罗马上就射过来对学生去做。你看波罗，保罗福音策略的有时有种不变性，跟他的灵活性，伊在底下学习着。我迄阵在想，即点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小后悔。当初迄种大学教会从 Netflix 开始的时候，我最核心的事工是对圣安医毕业以后开始做啦，吼，那是上帝给我的负担。
但是伊迄阵是阮去，阮迄阵开始开设台湾教会时，没有学生施工。但是阮迄阵去 Chicago Neighborhood 遐有一间大学校，叫做 Wheaton College。Wheaton College 阁是 Christian College， 阁较好做。阿遐嘛足侪大学啊 ，Chicago 足侪大学啊，是不是？但是阮迄间教会迄阵是无去做，就怕算的。即马回想过来是错的。迄阵是因为最，迄阵教会拄开始，迄阵是遐台湾人去 Chicago 的西人并无教会，所以阮开始已经台湾人教会了欧啦，歹势。阿仔，伊个老板也一间教会，是吧？歹势哦，唔是无教会，遐有教会。但是迄阵是那边比较新啦吼，所以迄阵开始的时候，哦，有一挂台湾人就来啊，哦，啊有迄阵 AT&T 大公司上班的上班族。所以怎么安尼就满足啊？你知唔知道？哦，我只教会拢有上班的人啊，教会才稳定的成长啊，足好足好个啊，差无书啊，建堂啊，搁祠堂啊，听起来较无啥需要，就无去做学生的事工。证明迄阵是失败的。即摆经教会差不多剩20人安尼啊。Chicago 的台湾人教会拢失败伫遮。无去做小，无去做学生的工作，无去做将来，无去为了未来咧做事工。所以当人老啊，搬厝啊，公司裁员啊，规教会就当咧全拢衰落落来。到即马为止，卡布遮个第一教会阿公没有办法站起来，差不多有3、4、5间教会，即马伫卡布。熟人兄现在都很软弱很软弱，都是只有几十人的老人而已，少年都不知道去哪裡了。所以有時我們教會在做事工的時候，那方向不是說不可以做，做了以後剛才我們有時做學生事工怎麼弄到拼，我們也要洗碗啊，是不是？你看保羅在這裡弄到拼，他就洗了，我們就要學習《使徒行传》讲的拢是咱教会建筑的一个蓝图，真济。继续过来看吼，时间的关系哦。所以安尼伊就传福音有功效吼，但是伊有功效嘛，有人给抵挡啊。哦，譬如讲到迄个程度的时候，甚至保罗身躯顶的衫吼、围裙啊，放伊边人，另外边人就受伊滴。哦，所以呢，一寡这人就受到威胁。所以来到伫这个十九章的这个时就要离开，伊就要离开迄个所在。21章，伊就要保罗心内定义，要经过马其顿、阿凯亚，要往亚细亚去。所以伊是讲吼，伊要赶快去那个亚该亚，就是哥林多教会。然后咧，伊就是叫提摩太、伊拉顿的人去头前先去，啊，伊随后要去。但是还未去离开伊弗所进前，提摩太亚了伊拉都已经出发了，发生一件事，就是伊弗所的时阵，遐有一个发生一些乱事，哦，啊，这个乱事呢，要就是我讲这个乱事的意思是甚物？就是讲，当你教会伫一个所在传福音的时阵，你唔通想讲上帝多兴旺的时阵，其他拢无代志。当上帝多兴旺的时阵，这个城是受震动的，你知唔知？一个所在像着地动安尼，互主的道理安尼来震动的时阵，绝对无平安的啦，一定有一挂事会发生的啦。伊说也去带一个啊，这个做新妇的信耶稣，哦，啊，伊的主业，伊的先生，伊的爸爸妈妈无欢喜，因阮倒是拜佛的，你甲我带阮新妇出去信耶稣，家庭中间就气氛僵了，是不是？上是是安尼啊，所以你这个福音怎啊？其实所在大兴旺的时阵，迄个所在嘛是大地动，你知唔知？人嘛甲你反抗，所以其实保罗伫只伊弗所拄个这个事件，我无要讲详细，你家己读吼。来到第20章的时阵，保罗就起行伊马其顿去行吼，伊伫迄个所在来到这个希腊，伊只住3个月，就是这个哥林多住出来。伊这个时阵检查有拄到阿波罗啦吼，唔知影啦，圣经无记载吼。但是伊准备安怎咧？伊要回去亚撒咧，因为亚撒咧迄阵是有困难，伊要甲各地的教会牧官叫因安怎，甲这个奉献，
让伊带伫亚山咧去帮助亚山咧信徒。而且有记载古老的名，你袂使看哦。甲伊去亚西亚，这亚西亚就是亚洲，北亚洲的吼、哦，有皮里人贝罗斯的儿子索巴特，哦，皮里亚哦，啊，或者是帖撒罗尼迦哦，亚里达古哦。哦，阿个特皮哦，该油哦，天摩台，阿个推基谷，还有特罗菲摩，所以一群人，你知道？你知道地图该看起来吼，迄一群人就是去从这个希腊马其顿一直到哥林多，这一连串是一每一个路上所经过每个教会都派一个代表，所以波罗给欧洲建立的教会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教会都派一个代表，拿着奉献跟着保罗啦。登去亚撒殿，哦，你看保罗有厉害无？我想这点我来讲，伊了不起呢，真正了不起呢。伊吼替无替亚撒殿募款呢，所以伊就经过所在，吩咐讲恁每一个教会拢爱奉献，不但是奉献，佫派代表哦。这几落件完全咱做团队人做教会，就是第一，保罗无碰钱，没有碰钱，是不是？保罗有没有碰钱？没有碰钱哦。你们，但是保罗有没有管钱？有管钱哦。保罗给你吩咐，你得按哪走，按哪走，按哪走。保罗绝对有在管奉献，但是手无去摸奉献，这是很好的原则。有时咱教会说啊，我说你唔通知影什么人有奉献无奉献。少年阮是做老啊啦吼，少年无说做人唔知影什么会有无奉献无奉献，怎样去帮衬这个人的人性？一个人去，一个人咧说的头头是道，但是无咧奉献的，这块人的信用是需要建立啊，不需要建立，绝对需要建立的啊。所以，尤其少年的团队人，你要当刚刚的服务师，知有甚物人咧奉献，甚物人无咧奉献，这不是咧做监察咧，这是为着你的信用，你知不知？你讲啊，无师知无好啦，人家上帝敢唔知哦？你就是你奉献，上帝唔知啊，上帝当然知啊。啊，牧师咧帮助你建立你的人性，无知影讲你有做甚物事，无做甚物事，要来帮助你。但是唔通碰，不要碰钱，唔通管钱。你也知影人有奉献无奉献，但是你无需要去管钱。叫保罗叫每一个教会派一个代表，将恁的钱甲我作为摕去亚撒咧，他连碰都没有碰。保持绝对的公正纯洁，完全不碰钱。你看波罗做到往后，大概人我信靠他，哎，欢呼伊就叫你教会有偌济钱，无偌济钱，波罗拢知啊。你来照你的照你的来的亏来去奉献，所以一群人呢，哦，我看波罗就厉害，伊去团购业头前有人替伊咧开路，伊要登去跑赛，要叫一群人啊咧，啊，一群人身上都拿了很多的钱呢。浩浩荡荡哎，阿够路加医生，我一看波罗这个阵仗，我看哇，波罗实在是太厉害了，这真的是太厉害了，真的是哦哎，所以一准起主后五十年了、啊，哦，我过来讲无几十年，二十年之后，基督教已经传遍了罗马帝国的大半，波罗专用做代志，咱当刚专用做代志，咱教会专用做代志，按家己学习啦，哦，继续来啊。现在已经十点半了，讲未了。咱只有跳过来看上尾了，吼，迄个一个少年人退休股，听道理听到怎啊，活咧去楼下死去，过落去过活这件事，等等跳过卖讲啊，吼。上尾来到咱看大家这个今日谈圣经章，吼，就是去使徒行传二十章的后段上尾只。你看地图嘛吼，波罗哥倒转来的时候，我经过伊所，来到一个所在叫做米拉都，是不是？伫咧海外一个城市，伊就叫波叫伊所的长老来见伊的面，因为伊真赶紧，因为叫伊有一群人，身份证一群教会的钱，所以伊无法度延迟延迟，所以伊伫迄个米拉都的海岸城市就叫伊所的长老恁来啦，哦，见一个面，我要去往后山顶去。而且是伊硬起来张罗讲什么话，咱来做一个结论吼。伊讲吼，哦，第二在七十讲，因为上帝旨意，我无一项无讲无传到恁的，圣灵赐予恁最专权的监督，
而且讲了圣灵，圣灵恁最专门的干部。我请问你，报是叫什么人来见伊面？是叫干部，还是叫长老？干不是啥长老，对不？啊，是要报了讲圣灵最干部，意思是咩？干部甲长老是同款啦，干部就是长老，长老就是干部啦。你知意思吼？但是这教会历史顶端有人从干部甲叫做 bishop 主教，后来的主教是从这样来的 bishops。所以起码重要是迄个卫理公会，他们还有主教，他们还有 bishop 哦。啊，长老教会就是长老，这种同款啦。你知意思？不管是长老，不管是干部，拢是管理教会，还是啥人给设立的？圣经叫哪些？圣灵哦。不是算的哦，兄弟姊妹，牧师今仔跟你讲，再强调一摆，咱教会所做的任何的投票、任何的会议、任何的大会，拢是要来 endorse 肯定圣灵对咱的引导，不是咱人去选长老，不是咱人去选监督，是上帝灵、圣灵自己选长老。啊，你讲上帝灵要怎样选？通过使徒来选。使徒嘛，不是使徒去选，使徒是照上帝感动去选。阿弥陀佛，实际上怎么操作，当然很有困难。但实际上怎么操作，那是恁家己跟上帝中间的关系。圣经无讲的，牧师就无讲。但是圣经有讲的，牧师就来讲。圣经讲啥？长老感动是上帝灵所设立的，不是人选出来。人算出来是听人的话，上帝算出来是听上帝的话，所以其实会使继续讲啊，有应该家己更新哦，爱点进哦，爱无用上帝教会哦，爱继续看一个榜样，你继续看，你看第三代、第四代，你来更新，你纪念我三年之久，实际上保罗底下两年六个月啦，但是差不多啦，当初的犹太人哦，一年无够的时间就算一年啦。所以，伊讲我三年之久伫恁中间劝诫恁，如今哦，这句话最要紧。如今我将恁交托予上帝，甲伊恩惠的多多啦。做长老一定爱知影上帝的道理啊，爱用道理建造，因为只有上帝多，才能建立恁。三十二、三十二、三十二，大公，这道能建立你们。所以。一个长老，一个监督，要传道理，不但要知道道理，传道理，照上帝道理管理伊的教会。只有道才能建立恁，不是人来建立恁，是上帝道理建立恁。所以既然是上帝道理，所以这讲得真清楚啊。圣灵设立长老，这长老知道上帝道理。所以照上帝道理去建立教会，当然就是变成是什么？上帝来建立教会，这本来是上帝计划。人只是上帝一个所使用的一个，我们是他的一个器皿、一个工具而已。啊，你了解意思？哦，所以不是照人的意思哦。教会对头到尾百分之百完完全全爱照上帝意思。所以这句话就是讲啥意思？以前我以前大学教会嘛是安尼啊。但即嘛，教会拄着一件新的代志，咱就得安怎处理？每一摆，当咱问讲咱要怎处理教会代志时，兄弟姊妹就是爱倒转来看圣经，即、这个道理。上好是咱大家拢问一句话讲：，当今仔咱拄着即个问题，出来耶稣伫个时，耶稣要安怎做？这件事圣经怎样讲？我最不爱听的是在我们教会开会的时候都听说我认为怎样，我认为怎样，我认为怎样，啊，怎样你认为怎样，你认为怎样，我请问你，啊，主耶稣认为什么？啊，别人教会怎样做，别人教会怎样做，我请问你，教会圣经教实在使徒教会怎样做？这样答案你就很清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我们看最后一句话，来到36章纪念主耶稣公会的施比受更有福，会是另外一篇讲到了，今天没时间讲了。啊，上面是在讲波罗公教会就归落地，甲众人祈祷。这句话就趣味的，
有人从这画成一幅图呢，这幅这幅图是我上海。保罗祈祷是跪咧祈祷的呢。保罗甲这正长老就跪落来祈祷。说完这个话，就跪下同众人祷告。这个我就矮就碎就碎，因为咱今日讲道理讲了，跪落来就祈祷。我跟你交谈交杯交杯交杯了，跪落来就你祈祷。跪来咱做伙祈祷，咱教会祈祷会感谢主，这几年来拢是跪落来祈祷的。这会跪真要紧的，准保罗这尊贵的人，你看一下我头来讲，伊阵仗多大。你们可以解说来，前面有人同工先在他之前先行，全教会拢听伊的话，大家人奉献，大家当当过规顿的行，伊叫丢落来，丢落来，这样一个伟大的团队人，伊正人面前跪落来就祈祷，咱真正学习跪落来祈祷，这是保罗真正得胜的秘诀，跪下来祷告。你跪下来是一种姿态，你知不知道？是一种在神面前上盖和上帝做欢喜的姿态。这话是我学习的，我记我捌跟你讲过，以前我以前捌跪了几度的，从来没有过。啊，我读新学院的时候嘛，学校嘛无教我教，哦。啊，以前你个人新学院啊，我读三一神学嘛，无咧来过，来无来佚佗的。啊，开始无会的时候，开始嘛无咧跪了几度，真趣味啊！二三十年了吼，我也记得我有一摆来阮中间的吕少昌牧师，工人神学院院长，迄阵阮神学院同学，伊讲伊即马去工人神学院，每一工早起叫全学校的好老师学生来早祷，早祷的时阵，他命令所有人跪下来祷告。我说，怎么你现在也流行这一套？那牧师做顾了，大家人不约而同，迄阵新学院的同学即马也打算在做牧师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跪下来祷告的，跪下来祷告，不是人给你教的，是你去服侍的过程中，你了解，你学习到。不管是出去谦卑，还是出去困难，还是出去哀求，出去迫切，你经过足侪了，伊才讲来到上帝面前，只有这个姿态是上界正确。在生命的训练中间，上帝训练每一个上帝的萝卜，拢用跪在面前祈祷来继续跟对伊。保罗其实已经是大大大大的大牧师啊，大团队啦，跪下来祷告。啊，咱一个小小教会的小童工，咱没办法跪呢，我们跪不下来呢。我们的肩膀腰好紧哦，那是什么态度？其他工作工，那阿公做阿公，现在是那个牛头牧师还是唐崇牧师来跟中间？哎，我都跪咧祈祷，啊，你无阿多，啊，你咩安怎？我记阵是包括拄过种情形啊，我咧祈祷，徛咧祈祷，啊，刘护理一来，然后护理牧师来，然后中间。好了，咱做来祈祷，我大概我滚做一个圆圈，说咱做来祈祷，想袂到伊就跪落去啊！啊，老伙仔无事跪落去啊，我到我都徛去边啊！而且老无事的跪落去，我当然只有跪下去啊，对不对？保罗其实就是甲这顶落做这款代志。你想看迄阵时，保罗伊四周有偌济团队人伫伊边啊？伊就安尼当众跪下来的时阵，所有的人拢爱跪落来，敢毋是？这款跪落来谦卑的态度，才有法度让这个以弗所的长老受提醒。这就是将来你服侍主的态度，就是安尼。所讲的话，一切用跪落来祈祷做结束。感谢主，愿主提醒咱每一个人。这块太多，来稳定住。咱作为阿头来祈祷。但是我的特别上台，我感谢你。你是许多现代人，我看见足侪难度，足侪水的脚架，是我爱学习的。每一个人无同，就是你心灵感动，我来领受，你爱我领受的。祈祷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三十二日修好咱。因第一站跟第四站，好，来，唱起你。
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门。